啊，这个要为三公的主婚人啊，恭喜道贺，好不好？哎，好。我想我们这一对丰富的啊，这个新婚啊，这个新婚宴席啊，那么得来不易，啊，也代表着主婚人在过去的这样的努力啊，终于有了收获。那当然，新郎新娘啊，刚才主持人也有介绍过，他们女的啊，美丽大方，男的英俊潇洒，我可以说是啊，电脑跟这个音乐的一个结合，是这个天上的一双，是天作之合。那我在这边也要对我们这个主婚人李生玉，那么他在过去担任本校音乐班后援会会长多年啊，可以说是出钱出力，那么对于学校的篮球后援会也担任顾问，那么对于学校校务的发展提供具体而积极的贡献。我在这边利用这个机会要感谢我们主婚人李生玉先生。那当然，在新婚这个当下啊，选择所爱，爱所选择，我们也祝福这对新人啊，未来啊，保持着互敬互爱、互信互谅啊，彼此尊重，那么相互啊包容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！最后，祝福我们这对新人白首偕老，早生贵子。我们在座诸位嘉宾平安喜乐，心想事成。谢谢大家！来，再次掌声，谢谢我们黄校长、黄义春黄校长带来的祝福。啊，这个校长拍摄一下，吼，因为我听吼不细汉，啊，这么他国小，啊，来大家咱家。